Just say I do， 不用分开就想念，并肩走过的屋檐，相视一笑的瞬间。Just say I do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可是我觉得子瑜是一个很善良而且很美丽的女孩，然后我超级喜欢她。我觉得善心呢是就是尽力，大家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，不管是尽心还是尽力，有钱捐钱，有力就是奉献，就是当义工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心意，没有必要去批判任何一个心意。最近有追求者吗？小短算我的猫，就身边最近真的全部都是工作上的人。追求者。人类是没有，你会主动追求？我是会主动追求，没有啦，我不会追求，但是我会释出好感，我会说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。你有结婚吗？经纪人本人要问这么尴尬的问题，真的很厉害。我没有想到会是从他口中问出来，就是好惊讶。我觉得如果缘分到的话，我没有排斥闪婚，哎，感觉很幸福啊。对啊，先有后婚，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不 OK， 我觉得这要按照程序来，因为感情这东西呢，它虽然是很直觉的，但是毕竟小孩是一个生命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就是等到一切都很安排妥当了，然后再迎接这个生命，然后好好的把它带来这个世界上，并好好的抚养它长大。